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水伤。假如呢，我们八字里面呢，水受伤了，水呢代表血液循环，代表肾脏这一些的情况，它就会呢这方面它就会比较弱。然而呢，水伤除了呢会让你身体这方面比较弱以外，它还有呢就是呢会让你的睡眠品质呢会变比较差哦，因为呢水本身呢它就代表的是睡觉。因为水是向下，我们人也是躺着睡觉，所以呢，当你水伤的时候，你很有可能会失眠。所以各位你要知道，水伤除了代表的是你的身体、血液循环、肾、腰这边的情况以外，它其实呢也会代表着你的一个睡觉的品质。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有空帮我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会。拜拜。